这首曲子呢是分为 AB 两段， A 段和 B 段呢是各自都要重复的，所以我们叫做 AB form。 然后 A 段呢是从第一小节到第八小节， B 段呢是从第九小节到第十三小节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A 段的话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它是首先是 G 大调，然后呢 G 大调和弦，第二个呢是七和弦，然后再 G 大调和弦。好，主要的旋律在右手 Si Re Do Si La， 这是一个 La Si Do Re Mi Fa So。 好，这是 G 大调音阶 La Si Do Re Mi Fa So， 然后走下来 Fa Mi Re Do， 跳 Di La Si， 然后再是一句，这是第二句 Re Do Si La， 然后再是 G 大调音阶 Re Mi Fa So， 走下来跳 La La So。 好，最后是一个连线。好，这一句的话呢我们就要单手练习。首先刚才讲过了怎么练习， Re Mi Fa So， 这是 G 大调音阶，然后走下来跳跳跳 So La Si 二 Re Do Si， 再 G 大调音阶走上行的 Re Mi Fa So。 好，这有渐强然后再渐弱 Re Do 跳。好，这是我们的 A 段。 D 段的话呢主要的是难点在左手，然后左手是 La La So Re Do Re Do Re Si Re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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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 So， 二空好，七和弦。右手的话 Do Do Si 二 La La Re 二 Do Do Si Re Do Si La La So La Si。 好，再重复到第九小节，这是有一房子和二房子 Do Do Si 二 La La Re 二 Do Do Si Re Do Si La Re So。 好，这是二房子。所以 B 段在合的时候呢要首先要左右手先分开练，然后呢慢慢的 Do Do Si 二 La La Re 二 Do Do Si Re Do Si La La So La Si Do Do。 第二段再轻一点 La Re 二 Do Do Si Re Do Si La， 这有渐慢。这就是这首曲子的讲解，大家回去以后要慢慢练习。